筋急转弯啊！脑筋急转弯，怕你以后就变成痴呆症怎么办呢？是不是这年纪会痴呆症了？但是每一次急转弯呢、啊，很奇怪，我都不能一次回答就正中答到那个答案。哦，我懂消息吗呢？急转弯本来就是。哎，今天一定要给你考一下。嗯，三个男人一起洗澡，拆一个电器用品。家里男人一起洗澡，是这有电器用品的、电熨斗啊？为什么叫电熨斗？就是错，这个三个男的一起，水族箱，水族箱怎么不算电器用品？不是你这个问题啊，这是叫人无从下手。哦，你看你就答不对嘛。对哦，三个男人在一起洗澡，那你说说看，洗衣机嘛。这起码凶悍，洗衣机洗，但不能讲国语，要讲台语啊！哦，洗衫机，啊啊啊！还给我台语啊！你死要把它创低，我这个输人不输阵，换我来考你几种？你也有啊？四个男人一起洗澡，好，拆一个家庭电器用品，啊，这样啊？不是讲你搞你啊，对吧？这是你自己编的吗？钢琴，你看，是不是你自己编的？不是我编的，绝对有答案。那洗衣机啊？啊，这是什么电器用品？有这种电器？啊，那电锅？电锅、也不是啊，烤箱？错啊啊？怎么你也答不出来是吧？啊，那是什么？那也蛮简单的嘛，电视机嘛。电视啊，嘛是爱讲台语啊。电视机。电视机。那无安尼啦，音不太准。对呀、啊，有点不太正常。电视机啊，不行。我调刚把那个吐顿来了，虽然刚才音不太准啊，麻烦给他演啊。来，给暖身一下。是。接着下来说个笑话。是。嗯，在这个国际的这个科技高峰会里面，哦，科技你知道，高峰会。日本、德国、美国三个国家的科学家做那边研究，研究了，哎呀，在开会开了一半，突然美国人把手伸起来，要摆一个这个姿势 ，Yes, Hello, Yes, it's me, Yes, Yes, Okay, Okay, No problem, No problem, Just do it, Okay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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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Thank you, Bye。这日本人跟德国人看了，哎，你在跟谁说话？哦，我们国家非常进步，老百姓都已经电话植入到手指间，啊，这就是电话筒。当我一收到讯号，直接拿起来就可以跟对方聊天。哇，日本人跟德国，哇，都站起来拍手。哇，科技他们国家太厉害。这里边话筒，这里边听筒，你看，哎呦，后来一有讯号，直接拿起来就可以讲话。喂，讲着讲着，德国人自言自语起来了。讲了半天，日本人跟美国人说，今晚来个贵恭维啊，接狼自言自语。德国先生，您在跟谁讲话？我们国家比他们还进步，是，还要手比一个姿势，电话的样子干嘛？还要什么形象？还有一个形象的字啊，还是一个物品啊？我们直接上唇下唇，上唇就是听筒，下唇就是回答的话筒。一有讯号进来，我就知道，直接讲话就可以跟对方对答。哇，那太厉害了！日本人跟美国人站起来，哇。是，蹲到科技高峰会还是你们行啊？是，啊，实在是说了说了，日本人把裤子脱下来啊，快！哎，你在干什么？哎，刚才我觉得有人要传真东西过来，羞汗了，哎呦，这里还会被子啊！